所以我都祝福佢哋嘅，感覺都係開心啦，因為呢件係開心事嚟噶嘛，咁就所以除咗祝福都係祝福佢哋。咁我覺得呢件咧都係我近來咧發生嘅開心事嘅其中一樣。今日有指馮盈盈救我醫生鐘文浩，前日同拍拖幾個月嘅翻版徐子淇、黃永賢舉行婚禮。今日馮盈盈出席新春開運王宣傳活動嗰陣，佢接受訪問嗰陣，直言睇到相關報導感覺開心。